你好，我是e-putonghua的档案琪。Now, let's begin. A. 你的笔筒是在哪里买的？看起来很有中国风。B. 去北京旅行的时候买的。A. 你的笔筒是在哪里买的？看起来很有中国风。B. 去北京旅行的时候买的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见。